我想绝对是非常值得哦。我们今年的对于马拉松的补助也做了部分的改变哦。那这个比过去补助一场马拉松还要便宜。没有，我想是说一登的代言。对，比过去啦，不是今年，因为今年我们在马拉松的经费方面，我们有做了折半以上的这个补助哦。那这比过去一场马拉松的补助还要便宜。这都大概花了多少钱？啊，已经没有。